如果您突发急症，请立即拨打911。明尼苏达人在居家避疫方面成效显著，减缓了 COVID-19 的传播。然而数据显示，中风和心脏病发作患者拨打911或到医院急诊室求诊的数量减少了。我们要确保明尼苏达人不因为害怕感染 COVID-19 而延误重要治疗。我们的医疗服务系统是安全的，随时准备治疗突发急症患者。如果您有突发急症，请立即拨打911。这其中包括流血不止、呼吸困难、突然失去知觉，或者有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迹象。及时治疗能够挽救您的生命。